here. Hello. Hello, Tamura-san. It's Cliff from Taiwan. nice to meet you. Hello, I'm Jerry. Nice to meet you. Yeah. This is your first official Taiwan interview. About his L screenshot. Beautiful smile, beautiful screenshot. Oh, nice. yeah, well, I want you to meet him. This is a very big media company in Taiwan. They all want to meet you one day. Okay? Okay. Yeah, yeah, definitely. Okay. So, yeah, they're interview talking about the Z and the R35. Uh-huh. Yeah, so, but we're not talking about it. I just want you to meet them and I'll help you to talk about R35 to everybody here. Yeah. Okay. All right, say goodbye. Everybody say goodbye to Tamura-san. 啊，台湾的朋友啊 ，Tamura-san。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他的故事。拜拜 ，Tamura-san。拜拜。嗯，让你们介绍一下真正的 Tamura-san。关于汽车，他应该很主观，有很多他的。他非常非常主观。嗯、对。所以为什么今天 GTR 不是 Hybrid？ 为什么我很尊敬很尊敬这个人？他是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简称 ICE， 最后的守护神、嗯，你知道吗、嗯？所以为什么新的 Z 他只叫了一个 Z， 就是 Z 的开始跟 Z 的终结。他现在已经正式 retire 从 Nissan 出来了，他觉得以后的 Z。也不会这么纯粹了，也跟他无关了，也跟他无关了。对，至少对他的这个工程师的职业来讲，对，算是做一个据点。他在我心中很高，他是个 artist 啊，是工程师替他做事的人。他是有 idea 有 concept， 他跟 Nissan 里面全部上上下下的很辛苦。你别看他做一个 project 出来，很多人说你去做，可是他为了要保持他自己的 belief， 他的信念，他跟 Nissan 上下人都翻脸，包括 CEO， 他真的是为了。因为我跟他经历过这个过程，是 OK， 没有我想说华人界没有一个跟他经历过这个过程，东方人就不管你台湾人、中国人，没有一个，我是唯一的一个，就我敢去替他讲这个话。这个部分哈、哦，其实之前因为两地的，我常常是自己好朋友去关注他的一个 IG 哈 Facebook， Z 在美国发表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白天的会场，然后跟美国的 media 去做发表，可是应该是当天晚上吧。这辆车子好像就被拉到一个 private 的一个场合，办了一个私人的发表会。对，然后那里面那个照片，我看你是头好晕哦。唐布拉桑本人嘛，对不对 ？Cody Walker， 是 Song Kang， 就是韩哥啦。吴彦祖，吴彦祖，好、哦，还有谁？反正就是车界一些，对，都是一些。就现在我们都是，为了支持这个 idea，、我们现在所有车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嗯、可是不一样的是，这个 project 从它是，我之前在我 IG 有 po 一张图，那个是 Alfonso Baez 在经过聊天之后，他觉得这个 Z 应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抓了一个笔，一个铅笔，一个纸，就一只手就画出了一个自己的 concept 一个 idea， 可能不是说跟现在很像，可是。我在讲说，他要当时在谈车尾灯的元素300 ZX Twin Turbo， 对 ，OK， 然后车头灯的元素可能是240或260或什么，车头灯那时候还在讨论，是，所以只谈到车尾，那车尾的 flow 的 line，然后呢大概会是怎么样？他就一笔这样画，两笔画，之后我就放在桌上，就说 What do you guys think？ 然后看了说，哦哇，然后很酷的是。因为我有参与那一天、因为之前我们都有你们都有 media freeze 的嘛，對我也有，对，就是我也很辛苦，我这种人是绝对保守不了秘密的，我要保守秘密两三年对我来讲很痛苦的，是话就讲出来了，对，酒喝下去什么话都讲，对，其实我已经爆了很多料了，是不是？所以自己这个东西我已经爆料三年了，其实是你们都在台湾爆料都是被那个美国的媒体的 Model Train， 对啊，每天跟我凑在一起，然后对 ，however， 然后呢，真好玩，这张图最后呢，Alfonso 把这个图送给了我。对，我现在就我之前有po上去，我就把它 frame 起来，把它挂起来，就代表说，就是一张线稿，一篇线稿，对，也不是一笔，就是一直对，是 sketch， 就是现在那个它车位长的那个样子，对，我下次有空的话再po上去一次。那就在我来讲是第一个，我不是学 engineering 的，我不是车子的，这个又回来到 pure 是要做好事的原因，我也不是车评你们是职业的，我对一两台车子可能懂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拥有它，那我对 Z 可能跟 GTR 可能稍微懂得特别多，现在是因为。
那我老师是汤姆拉桑，汤姆拉桑，这个没办法，对不对？我随时可以打个电话说，哎、欸，我有问题要问你一下，是，他电话就回来了，这是不太一样的。是，然后呢，我只要对他碰到的车子，所以你们要改 Nissan Maxima 让我知道，拜托不要让我知道。所以说你的 access information 会 stipulate 就是说你这些 information 的来源，把你的知识程度带到哪个程度？因为他我懂了很多这几台车子，也了解说他的辛苦。他为了玩车，为了忠于车子这个 environment， 他出了多大的努力？是跟Nissan这么多高层去，他很多做法其实是违背Nissan这个品牌的商业利益的。我先给你分析事情。Nissan 大家都知道，30万员工全世界，对不对？他现在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经济状况。是，我们现在就来谈自己这个车子。他这个自己做出来的话，他的 full production 等到正式生产，就是说生产线都已经 fully functional 的话，是没有什么 chip shortage 啊。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它了不起就是可能10000部，慢慢当然慢慢的增加，15000到最后可能18800，2万台车子，跟那个86之前是一样的问题。它是用 Subaru 的 assembly line， 你说它随便卖一个车子都几十万台车子了，是它为了这20000个 owner， 全世界哦，你知道光美国它有1000多家 Nissan dealer， 它有1000多家 dealer， 它每一个 dealer 它一定要有人懂怎么修这个车、啊。就是我从加州开车，如果开到纽约去，车子坏了、我总不能说把车子运回加州修啊。所以我每一个 dealer 1000多个 dealer 都要有一个人要去上课，对，至少有一个，你至少也要有一个 salesman， 对，也要懂这个车。好，我们就我忘记数字多少，1800还是就算2000间 dealer 好了、好不好？那就是4000个人要受这个 training 啊，2000个技师跟2000个业务，好不好？就这样，4000个人要去受 training， 这是一笔钱，对，还不包括台湾的，不包括日本，是欧洲的，所以这个数字就已经很大。第一个，他才卖10000部车子不到；第二个，这个公司现在是没有钱的、啊，现在欠到 billions， 这个你们都可以 Google 了，他已经没有什么钱来做这个 project。他也不需要做这个 project， 因为这不是一个赚钱的 project、是你卖10000部车，在他来讲根本赚不到钱的。对，他做了。第三个，这个东西如果你们做 media， 你们记得3-4年前他做出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个 affordable sports car。他那时候话已经讲出来了，是在40000美金以下的车子，讲了很久很久很久。我的车是最基本型的，39900买出来的。当然我加了一点 option， 我可能付到41000多块钱。可是我的 original sticker 是39900，是没有那个 option 在。车子 announce 的时候，$1兑yen是98块、现在车子出来的时候，$1是135块。是，你光 profitability 上面你就已经少了35%。他车子还在卖你39900。对，因为当年讲的承诺了40000美金，对，赔死他了，他卖一步赔一步，他还是做了。所以你要给他的整个 planning team，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都在讨论当中的，你要给他们这个 respect。所以玩车的人，我现在我不是在推销这个车子给你们，这车子多卖一台少卖一台，对我来讲 I don't care，我真的不 care， 我不替你想做事，他也没付我薪水。可是我觉得你要是个 petrolhead， 你喜欢车子，这是你人生，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你的小孩或者你孙子最后一台内燃机的跑车，而且是 true JDM， 100% JDM 的设计 ，JDM made in Japan， 不但 made in Japan， 还在 GTR 的 factory，GTR 跟 Infiniti 的 factory。当然你知道，他跟他那个 factory 用的技师一定是比。是 experience 的，比那边的差不多，对对。而且他用的那个 paint shop 也是那边的 paint shop，因为 Z 的 paint actually is pretty 非常 complicated。而且他这个车子，我再跟你讲，烤漆的部分，你们知道39900块的900块的车子 ，OK？ 如果你买的是 manual， 他已经给你 carbon fiber drive shaft， 为什么 ？Less rotating mass。是你车子的 acceleration 跟它的 turbo 的 size 对比较可以衔接到，对，你就会间接性，因为 drivetrain loss decreasing the turbo lag instantaneously 就有了。如果你是 automatic transmission 的，它的车子为了有个 proper 的 weight distribution， 它用了 magnesium 的 build housing， 这才是39900块的车子。普通 manual 的车子 standard automatic 要加个2000块钱，是他帮你用同样的价钱，再加上它的 automatic 是跟 Mercedes Genco 的 transmission，这个 transmission 呢，现在呢 AMS 呢用这个 transmission 呢在跑，他们现在已经这个 transmission 他们大概放加了 oil cooler， 可能放了快600到700匹马的 wheel， 所以你们这个 process， 你们可以到 AMS 的 website 上面去看，060跑了一个2.6还2.7出来，现在是 world fastest Z， 所以说39000块的车子，人家要你买单，只是要你的热情，就这样子。就为什么我觉得我跟我所有的朋友讲了，所以 Sun Ken 买了一台 ，Daniel 买了一台。Cody 买了一台，我买了一台。Nissan 没有付我们钱，你也没有看到我们站上去说，哦，我们今天听 Nissan， 可能我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讲的会比较多一点，是因为我有参与这个制作，
可是我很开心的是，我这些玩车的朋友，我这样一讲出来，他了解了，他买单了。很多人拿这车会跟 Supra 来比，不是说 Supra 不是一个好车，它也是个很不错的车子。嗯，对，我也参与了一点点那个整个 project。你玩车玩到最后，这些都不是工厂赛车来的。这个车子是要可以帮你 ignite your passion 的。嗯，这个是因为我 involve， 我对他的 passion 特别特别的多。我当然我看到这个小孩子的诞生，当然更多。加上我开过这个车子，不过这个车好玩是它跟 Supra 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觉，完全不同的世界。对，如果你喜欢 NK4， 不是 MK5 哦，嗯嗯 ，NK4 Supra 直列六缸双涡轮那种感觉是，然后非常 mechanical 的 gearing， 嗯对 ，OK， 然后非常。你 can feel the acceleration 的话，嗯、因为 Supra 很 linear， 它的 transmission 太好了，是，嗯，然后啪你就四五档了，嗯，你感觉不其实不太出来它这个、嗯、这个车你就会有一点 feel very old school 的 acceleration， 嗯，很多现在的车评比你们年轻的是可能不太能够了解，不太喜欢，对，可是像我这种有了点年纪，我开这个我就会很怀念那种老的 MK4 Supra， 你想、嗯、你也想 MK4 Supra 它给了你那时候才200多匹马力嘛，是、嗯、其实300多315，你就是 MK4 Supra 改到了400匹马力的感觉、嗯、就很好玩，就是你会坐进去、嗯、你开了第一档出去你就会笑、嗯、就会觉得说嘎这车太 stupid 了，就是一档二档你后面也在甩到三档还在甩、嗯、对、嗯，你懂吗？然后后面又是 mechanical LSD 的，它不是电子控制的，对，就是 mechanical 的，嗯、你知道吗？纯机械式的 LSD， 是就是我们小时候改了一个车子，那种车会搞死我们，那种车子，我操，怎么就是每一个档都在，这个是转个弯后轮咔咔响，对，它不会咔咔响，就是说它还是有一点 percentage 的 mechanical control 在上面。嗯、这个车子的它的 mechanical grip 很高的，嗯，非常高，非常非常的高。它的 mechanical grip 现在我用 Chery 280的轮胎。我的这种 open diff Chery 280哦、嗯，现在已经跑到 1.2 个 G 了。我号系数在你、嗯、在 sporty 的轮胎的话，对对对，对, 對, 對那个机值是更大。对，再加 sway bar， 再加 heavy spring rate， 对，没有这个就是日本车好玩的地方，对不对？无限的探索的可能，对，因为你是你人在跟车子一起成长了，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慢慢成长，你开始从 stock， 然后一点一点成长之后，你才觉得说，欸、我学到的东西，我也有在贡献于它的成长。是、嗯，最好的人喜欢养花，你想，你当然喜欢看花越长越大，越长越漂亮。嗯，对你这个过程，是我们玩车人就是想要买到一个这样的车，而且是个初级的研考。那你要，我们都要谢谢 Tamura-san 有这个热忱，他没有说让 Nissan 的高官们进来说，这个要这样子，那个要这样这样的。他都挡住了，他不是挡住，他骂回去了。他在做的就是风田张南在做的事。你们就像刚刚正义在讲说啊，唐老厂这人好慈祥啊，什么什么的。对，我现在不在讲唐老厂坏话，以后他来看到这个，有人翻译给他看，我也不是唐老厂，我不是在讲你坏话 ，I'm not talking shit， 只是你真的很凶。我很尊敬你，我连我都怕你。对，就是这样子，就包含到底什么叫做 Z， 什么叫做400Z。这也有 好玩的东西。好，这个故事开始哈、所以你们大家都有 Z 对不对？开始第一个 240Z、260Z、280Z， 为什么它的 displacement？ 而且最以前其实日规车子 JDM 当时它只是写 Fair Lady Z、没有240开始是 240， Fair Lady 240Z、260Z， 是对不对？可是这个跟隐形的 size 对 对 2.4、2.6、2.8 对不对？ 300Z 也是 3.0、新的这个车子，人家你们所谓的 400Z 哪里来的？400匹马力，可是它不是 4.0 啊，对啊，它是 3.0 引擎，对对。正确来叫这应该是个300Z 啊，300TZ 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不 make sense 的。这个故事开始呢，就是有一个媒体，他觉得是400匹马力。嗯，那时候正式官方都还没有宣布的时候，只是有些spy photo 的时候，对，这个人就放了一个 hashtag 叫400Z。嗯，就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用这400Z，到今天都还有人在讲，到今天还有人在讲400Z。是，那连 Nissan 自己本身官方都告诉大家说，这不叫400Z， 这个叫一个 Z。就是、那我也跟你们讲了 ，Tamura-san 为什么叫这个叫一个 Z， 这个就是个 Final Z。对，以后的 Z 将来可能是电动车，跟他无关，跟他无关。無關以后就是13000转 Z， 对，56000转 Z， 对，对，对不对？以后就 EZ， 对 ，EZ 都是开玩笑啊，都不知道，我不是在爆料哈。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反正就是。他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玩车的人最后一个把关的一个大神，他是我很好的大哥，也是很好的兄弟，然后呢，非常慈祥的一个人。
我真的怕。所以你可以想象啊，那九一都已经，你看这十一二年来，997、991到992，是一直拿来跟 GTR 做对比的 Turbo， 它都进化三代了，但是 R35 还是 R35。而且你知道吗？我就说，其实第一代的 R35 一出来，你看那个纽北7分09秒的成绩、嗯，是其实那个给保时捷多大的震撼。是那今天也许他们保时捷把这个91做得更好开，也更快了。可是我觉得 R35 可能才是真正最纯粹不断进化在这个平台这个精神底下进化出来最纯粹的速度机器。哦，同僚听你讲的会很开心。真的哦。欸，你懂。我跟你解释为什么。这大家好朋友讲玩车的人一直在讲说为什么 R35 不回纽北再测试。我想最后一次是2012，对不对？对。他觉得他只说一件事情，没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你看这个 Evolution 外面有多少 R35， 它以 manufacturer 原厂来讲，它没有必要去再回到纽北。可是你看外面多少人随便一改把车子800、1000匹的，他在跑纽北的时候，只有他第一代跑纽北的时候，2008、2009的车子，那时候还不到500匹啊。那你现在所有的 GTR factory 出来都是500多，反正五百，会看你哪一个 generation， 对不对？他去跑纽北干什么呢？你今天买的车子，你一定会改装，你随便一个 flash 上去，你车子已经就660了 ，downpipe exhaust。你660再放这个 R compound 的轮胎去跑纽北，你觉得成绩会怎么样？只会比更好，所以他不用再去花几个 million 把整个 team 飞过去，住在那边一个月，然后呢再把整个赛道租下来，就是为了去 prove 一个 point。这个 point 很简单，他觉得玩车的人，你玩了我的东西，you get it， you get it， you don't， you don't。今天如果你买 R35， 今天纯粹就是为了每天要去上班下班，然后呢要去夜店门口停在那边炸街的话，那你不是 R35 的料。对，你懂你就懂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把 modern day 的 Godzilla 已经完美化了，当然他最后他觉得最完美的就是他的 T spec， 然后最后就是不讲的那台车子，我没有讲，我没有在 forecast， OK， 对，我只说他们应该要有一个 final edition， OK， 对，应该 R35 一定要有 final edition， 就是说你要正式给这个，啊 ，Tom Rosson 现在退休了，他现在是 Nissan advisor， 我觉得呢 ，Nissan 应该替这个这么重要一个 project。给他一个很正式的 send off， 每一个车厂都有嘛。是。那我觉得35在我们人生当中，从2008年到现在等到明年就16年了，16年、17年，可能到17年，因为我不知道 final edition 什么时候会出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 final edition 出来。我在讲话。哇靠，这实在是。对。你这样我们要剪接很累。你们太危险。对。而且，好，你说一个车子16年的历史，是还是现在全世界前30名最好的车子？不简单。不简单。而且。你觉得它不厉害？你先装一个 turbo 上去很厉害，大家都会改。你很 easy GTR 多 extract 200匹马力出来，变成700多匹的，每天开车，而且加91的油，还不用 race gas， 还可以上下班，还有一个 trunk， 还可以放高尔夫球杆，还可以载4个人。对，JDM 的迷人之处真的不是欧系那些超跑。可是你不要看它长得好像很像，只是外形做了修改，其实它 mechanical 上面其实。很多细节，很多细节，是，对，是很多细节，很好玩。我到 LA 我会办车聚嘛，让人家出来跟 Tom Rosson 吃个饭啊什么。他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35看上去都没有改啊。这个上次就上几个礼拜前他来 LA 的时候，我们只在吃饭而已，和话传出来了，我们在吃饭。我们一出来 parking 啦，就一票玩35的人在外面等着我们签字啊、照相。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讲了这句话，他说：“为什么35从出来到现在都？”谈不上来了然后呢为什么都不改变，好像都没有改变嘛。那谈不上就说旁边有台 Nismo， 然后呢有一台 Regular 的35，他说两个引擎盖都打开是同一个年份。他说你现在什么都用看，你看这个所谓的 Coolant Expansion Tank， 他说你看这两台是不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小孩子说对，是一样的、啊、然后你现在过来看悄悄看，对，外面形式一模一样，他说你悄悄看，靠靠然后他说你再看上面的 radiator cap， 一个是我忘记现在是1.7还是1.6个 bar，然后呢 Nismo 就2.3或者2.1的。他说因为这个水箱盖的，因为这水箱盖的压力增加了，所以我水箱的这个 expansion tank 还不是水箱本身，是 expansion 的厚度一定要增加，是。可是外形看上去两个是一模一样。然后他就问那个小朋友说：“那你觉得我这个都改了，我别的东西有没有改？包括 turbine 叶片的长度，是 turbine 减少为了片数，片数减少为了 turbine 减了一片。”对，为了它 explode faster， 它把整个 turbine 的 wheel 上面轻量化。OK， 你的 air 进去的时候打到它的时候，你可以 explode faster。是这样的话，你把你的 torque curve shift 到 low end 来。很少人会说，我今天有个 GTR， 我可以跑230英里、240英里，没有必要的。是它把你 torque curve shift 下来，让你 low end boost faster。
他要求的是你可能是2000转到4500转这一段、嗯、或者5000转这一段，是他要你这一段去使用它，是、嗯、所以他甚至把 GT3 的 turbine 的 design 就直接放在了 streetcar 上面直接用。哇哦、嗯、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对、嗯、是 GT3 可能还相对小一点，小的比 super fast、嗯、对、嗯、因为他 GT3 的车子也不到600匹马力，是500出头的、嗯、对对对对，他想要这个感觉，他是要求注重整体感的，就像日本人做 ANSX 那么多年不 up horsepower、嗯、他一直在 chassis 上面做 engineering， 然后说 ANSX 从第一代跟第二代只是引擎到了 3.2 可是开起来感觉都差不多、嗯、他加了 power steering 把车子做 reinforcement、嗯、可是到今天他们测试那个旧的 Type R 还跑赢新的 ANSX， 对对对，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嗯、是不是奇妙，这是你认识 Tom Rossan 他只会跟你讲一个东西、嗯、balanceBalance、嗯、我跟他可以玩这样真的很可爱，人生中又碰到他，我很希望台湾大玩车或者全世界玩车的人可以真正认识他，有一天就是他是一个真的很酷，我希望他赶快写书，我现在每天逼他写两页我真的没有开玩笑，那你又认识多少人跑高速做 engineer， 我们先不要讲别的车， R34、嗯、Millennium J and Spagner R35 Nissan Z 酷是这样，一切都源自当年的湾岸，他是湾岸那个 club 的创始人、嗯，对 ，co founder，、嗯、对，他马上守住了 JDM 最后的一块净土，没错，真的。真的嗯、其实还有好多车可以聊、哦嗯，对啊 ，GR 卡罗拉你也有一部嘛，对啊。Toyota 要感谢丰田，你要害死我！哇、哦，我车还没有拿哈，我车车到港了，他现在归心似箭。GR卡罗拉哦，对，归心似箭，因为他车到港了前几天，可是他人在台湾，然后可能美国人一看车到港，什么时候来交？哎、欸，那车现在也是加价加到翻了。没有没有加价，但是我的车子直接是我车子来源很好玩，嗯，是Lexus 的 CMO。哦、他以前是 Volkswagen 的 CMO， 你知道 CMO 就是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对，行销总监。我跟他常聊天、嗯，聊人生跟车子的故事。嗯 ，OK， 那这个很好玩。其实我再一次回来，我认识这么多神人 ，Tom Rossan 也包括在内，都是因为 Purus， 就是人生要做好事。就是我那么喜欢车子，就是因为我可以认识这些人，都是当时做了 Purus， 现在这个环境还给我，就是那种还向给我。嗯，真的要做好事，人生要做好事。嗯，然后呢，Corolla 来源要谈吗？不用吧，就是。嗯、下次，我们去那边 找你试试。所以每次去美国跟 Sean 看看他，跟他的朋友聚一聚，然后他的朋友变成我的朋友，然后回来 follow 一下他们的 IG、脸书，然后我觉得很开心。这个或许也解释了我们热驾，我跟正义哥，嗯，有时候我们在聊一些车子的时候，触及到的一些议题，其实都不太一样。好，我们讲我们想说的，或许我们大家吸收到的资讯不太一样，当然也很开心说有很多的粉丝会在下面跟我们去进行这方面议题的讨论。那其实真正会驱使我们这样做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尤其像 Sean 从国外的一些资讯，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格局打开，眼界打开。好，你看，每个地方有它根深蒂固的一些本地文化，但是是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学习，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嗯，你看，像很多人在台湾玩车的风气。就很多人年纪轻或者财力还 OK 的时候，可能玩玩这个日本小车，然后日本稍微强一点的车。可是呢，好像大家最后目标都要去跑去欧洲车，甚至所谓的 super car。可是从 Sean 我跟他的互动里面，甚至他自己的车库，他的朋友们，没错，超跑确实有它存在的意义，也确实有它精彩的一些地方。可是光一个 JDM， 很多台湾玩车玩到已经。啊，什么什么超跑一大堆，他对于这些 JDM 觉得很，你们真的了解 JDM 的味道吗、嗯？你们真的了解车子的存在意义吗？你真的经历过90年代的辉煌吗？是，当你把今天的这些车子的故事脉络，它的世代的演进，回归到了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个使命感。哦，我想说今天跟 Sean 哈、哦，前篇我们刚刚讲了 R34 Sean 跟 Paul 的故事，对，我们这个下篇。讲了这个李尚 Z 跟 Tabula 的故事 ，Tabula 上的故事，好、哦，甚至 Tabula 上还给我直播，怎么受得了？他很给面子，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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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回到这个 Purus 吧，九零吧，九零到现在也十年了，跟 Purus 一样，这中间我们大家出发点一样，都是想要凝聚一群玩车的人，我们也在太平洋两岸。
道，不定期的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车具，然后很多人支持，很多人投入。像 The Purist 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每年一度的一个大型的 event， 每年的十二月的第一个 weekend， 好，或者第二个 weekend， 他为了十二月二十五号的圣诞节，会有一个叫做 Winter Drive 的玩具募集或者是文具募集的活动。其实他就是由 Sean 去邀请他这些所谓的对车子有热情的一些车主朋友，可能动辄就是上百上千台。哦，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车大家都来了，然后一台比一台厉害。可是呢，邀请民众参加，那民众的入场券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准备一个美金多少钱，十块钱以上啊，但不限金额啦，十块钱以上的全新的玩具或文具，对，你就可以当做你的入场券进来了，剩下就是你就自己看吧。那在这其中，其实从早年像他这个Winter Drive 的活动，从自己掏腰包办到很多的朋友发觉你不能这样一直出钱，来，我支持你。到后来，很多车辆的周边的厂商、改装品，甚至汽车公司，对，开始不断的投入资金，好，赞助金，就是希望让这个活动除了车子之外，它现场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事情。也许他们能够换到一个展场的展位，对不对？去 promote 他们的商品，对不对？可是他怎么卖也跟 Purist 无关。可是这个经费可以拿来做更多，好，譬如说把它变成一些资源救助。因为 Purist 在至少在西岸地区其实已经跟很多的社福机构政府单位做了连结，每一次的这个 Winter Drive 之后，这个四十尺货柜啊，不装了多好几个四十尺货柜，装了好几万个三万多个玩具然后再透过事前资料的收集去派送到这个那个加州甚至西岸的部分的一些城市，我记得没错是对墨西哥 LPD 开道，对不对 ？LAPD 哈，很凶的这个洛杉矶警察，是警车跟着他们去护送这些东西，甚至有一些是家庭的直接的访视。这个也是 Purist 在这个美国这边目前受到很多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肯定，而好像也在去年把它正式成立成为 Foundation 基金会，对，变成基金会了。九零在这边我们也刚刚好，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约好，对不对？我跟这个九零的社长何华，我们前几年在讨论，也在去年把九零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协会。那当然，这中间其实不是在类比较什么谁的什么厉不厉害，而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既然大家喜欢车。说穿了，每个礼拜车具要去哪里，我们就去一些有意义的地方，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嘛，对不对？好吧，希望今年我们还会再去洛杉矶找你啦，很欢迎，对，很欢迎，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再邀请一些厉害的，让大家看了就啊。下巴掉下来，我把那个把阿 Q 头在他走上来交上去了。不要这受不了，受不了。如果真的打进来，可以。对对对，好，你要不知道谈 GR 吗？就是 GR， Maurice，Mr. Maurice himself， you know？ 真的吗？下次啊，我拆一块我那个 GR Yaris 的板子，给他加签个名，可以啊，好不好？对，好。好，那今天谢谢 Sean， 爆了很多料，爆了很多料，我没有爆料哈，你们问问题，我试着回答，用我的 perception， 是，然后大家也见到了 GTR 之父塔木拉桑，啊，我所有讲的东西以上纯属虚构 ，real 雷同，都是事实，事实，好，谢谢，下回再见，拜拜，拜拜。